我觉得做一个design student就可以学很多东西哦，就可以学 typography, photography, 就是你利用这些媒介来去跟某某人或者你的 client 沟通，就你有学到一个另外一个方式来跟人家沟通，还有就是你好像在人群里，你其中一位就是。 特别的、特殊的，可以改变这个社会的，把普通的改去特别的样子。我觉得我的 weakness 就是太过贪心，就对于每一个 technique 每个 skill 都去追求，把在当中就是每个都是半桶水。 每个都是麻麻的，就是没有掌握。如果我要去 improve 的话，就是要先把我喜欢的、我最喜欢那样东西，把它学好，然后再学其他的东西。有，就是。 一有空的话，就是跟朋友出去，无论是巴沙马拉，就是看那些人他们怎样，那些尤其是买卖的时候，他们怎样跟人交易的时候，那些感情、那些语言、姿态等等。而且我是一个很喜欢玩的人，所以一得空的时候就跟几个朋友玩了，OK。 在以后的三年，我可能我会想，我有一个自己的公司啊，不是公司啊，就自己做的，就好像 freelance 这样子，或者可能如果我没有走这条路的话，我可能在我的教育上，测试那些帮助设计上一些帮助，比如说书啊、video editing 等等。